是为测试，凭感觉选一张菩萨像，测今生是什么在保佑你。 A， 选择 A 的人是你前世积累的福气在保佑着你，你前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，总是不计较任何得失，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别人，因此前世的你为这辈子积累了很多的福气，这个福气今生一直在你身边保佑着你。虽然你今生的道路并不平坦，但是因为有前世的福气，你总是会轻而易举地度过人生道路上的种种难关，这一生你将会生活得非常的幸福。 B， 选择 B 的人是你自己在保佑着你，你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，虽然你的人生并不平坦，但是因为你的乐观，这些困难和挫折并不会让你对生活失去信心，反而成为了你的试炼石，让你变得更勇敢坚强，因此是你自己的积极乐观的心态一直在你的身边保佑着你，所以继续保持这个心态，你会获得更大的成功。 C， 选择 C 的人是你的家人在你的身边保佑着你，你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，也许并不是多么的富裕，但是你的父母不论怎样都会在你的身边支持你鼓励你，他们会在你成功的时候在你的身边和你一起庆祝，也会在你失败的时候在你的身边安慰你，家对你来说是一个避风港，每当你感到疲倦的时候你都可以回到家中，所以今生是你的家人一直在你的身边保佑着你。 D， 选择 D 的人是你的朋友在你身边保佑着你，你是一个善良的人，总是会在朋友需要帮助的时候挺身而出，会因朋友不开心而感到难受，会因朋友开心而感到高兴，所以你为他们付出了很多，他们也一直很感激你，会在你遇到什么难题的时候主动的上前帮你解决，因此今生你的身边是你的朋友一直在你身边保佑着你，不过他不能够一直保佑你，因此要改变一下自己。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